台湾谐音唐从盛转型创作歌手，推出迷你专辑《圆歌手梦》。不过从先前发布的首张主打歌来看，网友却似乎不买账，但这并不影响从从的歌手热情。11月1日，唐从盛举行新专辑发片记者会，红粉知己纷纷前来站台支持，三福星现场争宠，搞笑不断。我才是正宫，我是大老婆，我们两个还有主题歌。但其实我上大学之后就一直想要交男朋友，所以算了一下下，我跟唐从盛认识了，跟彤彤认识了24年。哇！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大一就搞在一起的话，小一已经24岁了。为了圆歌手梦，唐从盛狠砸800万台币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压力呢？压力当然会有了，但我觉得其实在过程当中，预算上是有压力之外，我觉得在创作的过程，其实我也很怕大家看笑话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就是谐星嘛，然后要来做这个歌手，还不是想去赚什么商演？如果各位这么觉得的话，那的确是这个心态，不是？因为我不是商演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希望有大家听得到我的音乐啦。就冲唐从盛这诚实劲儿，相信应该不少人会去支持吧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